老师，昨天你说了反击加一，结果今天台股果真大涨，究竟你是怎么成功预测的？所有的答案就在节目中告诉你。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我是主持人子珊。今天是3月9日，台股开盘在16944点。而在昨天，美国股市则是震荡收低哦，盘中一度是上涨了585点哦，但是全部的来进行回吐，而尾盘则是翻黑下跌，中场也同样是收黑的。但接下来美国股市呢走势会是如何，又会怎么样的来影响今天的台股？当然，最专业的股市分析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雷光老师。主持人好，投资者大家好。 那现在真的是要看整面性的了。如果你在看一个单点的位阶的时候，这个的数据答案很可能是不够的。那你整面就看到它在整个动机行为上，或许你会找出一个真正的答案。那今天我的封面主题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一下。这个封面主题只欠东风。好，各位，这边我写了这样子：台股反弹，俄乌现曙光。 唯欠东风。今天的重点不在于台股反弹，也不在于俄乌的条件论。今天的重点在东风。待会我跟各位讲东风在哪里。那昨天的美股是上涨的，我们看一下美股的动作。但是在收盘的时候却跌下来。但是各位，我们看这里，这里才是最重要。它昨天的一个走势的形态。 但是如果真的要看懂这个画面的话，还真的要有一些专业，不是看它的起伏，然后高点跟低点，然后在那边做研究，不是。我说过要看整体的，所以以一个 K 线行为来讲的话，各位，今天的道琼，昨天的道琼，它的 K 线是在这里留下了一个黑 K 的上影线。那很多人呢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去衡量说，这个上影线是不是卖压很重？ 没错，如果说你单看昨天的这个 K 线，它的卖压是很重的，但是这个很重的这个的行为动机，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这才是重点哦。否则的话，你看到只是看到你台面上的答案，你没有办法揣测到后面的答案。那这个时候你的答案还是错的。那所以说，假设有些人是他想做一件事，不想让大家知道的时候，他一定会做一个假象出来，而这个假象一定是。 大家认为的那个真相，我这样讲有点绕口，我这不晓得我在说什么，但我希望各位你们可以听得懂我在表达什么。那所以说，在这种状况行为之下呢，我又去做了一个揣测的动作，那这个揣测的行为要从哪边开始呢？就要从这一根 K 线开始，也就是2月24号的那个最低点32272那一个位阶。 这个32272，2月24号到今天，我至少讲了5次以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一根的 K 线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它能够止稳住这一个 K 线的话，那这一根 K 线它的目的行为就被达成。那只是说在被达成的时候，它后面的动作可能会形成两个条件，哪两个条件？一个叫做回升，一个叫做反弹。那当然，我们投资人希望的是回升的动作。 因为回撤的续航力会比较久、比较多，那反弹呢，可能只是2到4个交易的一个条件值。但是不管如何，我们投资人一定要这方面的专业准备，否则的话，你都不晓得到底走势你要怎么做，这是非常一件专业的事情。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假设在这个地方的32272，我个人认为。 我先把它评论为第一只脚，那这个地方会不会变成第二只脚，就要看今天晚上的美股道琼。如果今天晚上的美股道琼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止跌止稳的动作，而留下了一个红 K 或者是一个幅度、长度不错的下影线，这个时候的第二只脚就会被形成的。那我们再看台股好了，我们再回到台股。台股现在呢，今天是在作为一个高档一个震荡的动作，收盘呢也收了将近200点，在190点左右。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是开高走高，然后就一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震荡的动作。那盘中呢，这个地方有被拉回100点，但是呢，我们的台积电却不受影响，所以还是在这个地方，随着台积电再涨到573，然后呢，我们的台股再跟着上去，但是台积电今天收盘没有到570，这是唯一比较一个遗憾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台积电，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了。为什么我说比较遗憾的地方？各位，昨天在这个地方，台积电这个地方是一个上影线，那是不是一个卖压？对，对不对？是一个卖压哦。刚刚各位看到的道琼是不是一根上影线？我讲到这边，各位你们应该清楚我在说什么吧？我就不再做叙述动作了，后面答案你自己可以找得到。然后呢，今天在这个地方也留下一个上影线，那这个东西在哪里？会不会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不想让我们知道？没有关系，如果说真的被我揣测到了，至少我知道，那我知道我就在节目上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各位的心情可以先做一个释怀的动作，好好的把握一下。假设现在是反击的开始，那我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产业？待会会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我准备了什么产业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在这个地方来讲，我把台股、台积电跟道琼这个三角关系，今天呢做了这样子一个这个结合的动作。我建议各位，如果你听得懂最好，如果说你听得不是那么清楚，还想问我更细腻的东西，我欢迎94888 BVIP 你带上来，我会跟你好好的讨论有关于这方面的未来。好，那一样要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哦，现在很多人都讲俄乌战争，到底要什么样的产业，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进行布局，才能有这个机会在下半年度继续来进行获利？那还是不要忘记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很多在市面上的这个老师们，相信各位也会看到，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他们说接下来是空头的走势，但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是吗？其实多头与空头，我个人我不会在节目上去预测，我不会。你可以把我的节目带都调出来看，我说它涨它就是涨，我说它跌它就是跌，我不会去做一个预测的动作，我不会。好，那就好比我问你，那今天的台股是一日行情吗？台股今天是否一日行情，就好像刚刚我告诉大家要看东风，就看那个东风，因为至少台股今天的表现跟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反击，这个是有连在一起的哦。所以我昨天的反击不是讲假的，各位，我现在讲清楚吗？不是讲假的哦，不是讲好玩的，不是。我如果没有看到那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我不会跟你说反击的动作。那今天台股就真的有做反击的动作，那不管是不是一天的反击，不管，至少它反击了。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至少它反击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反击它后面有没有力道？那这个力道就是我刚刚讲的东风了。那现在的台积电它是这个样子，那个道琼把那个台股也是这个样子。那现在就看晚上的道琼，好好的注意。如果晚上的道琼如我刚刚所说的，第一个红 K， 第二个留下了一个幅度长度不错的一个下影线，各位，我们就真的要进入我们要找到对的产业了。那找到对的产业，什么产业？刚刚主持人讲了一句话，就是现在很多的人可能都在做喊空的动作，我觉得这个都大家一起做空都无所谓，因为人都有言论自由嘛，啊，重点是对不对而已嘛，对不对？但是我却会这样去做一个准备，我不会去用股价低不低去进场，这是第一个。好，我不会去看啊，这个股价低了我就去做进场动作，我不会，我从来不会去做这种傻事。好，我会看到真相确实的时候，我才会去做一个进场的动作。好，那现在我们转回一个正题，现在俄乌战争很可能就会想到什么能源，原油，那或者是晶片，还有锂电池，这个些的重要产业没有错，各位。现在原油一直上涨，所以很多的投资人会想说，能源买起来。好，能源可以去做一个追踪的动作，可以。这句话是合乎逻辑的。那另外一句话是什么？能源上来，那对于航运这个地方会不会造成一个利空的消息？好，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去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人为动作。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各位，我在讲这样子，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接受？这档个股的涨跌，绝对不会是这个利多跟利空去造成的，一定是人为的进出去造成的。哦，对，我们都是人啊。我这样讲了解吗？哦。否则的话，没有人为的进出，有利多利空在旁边，也是纸上谈兵啊。哦，对。对不对？所以实际的执行力在哪里？实际的执行力在人为动作。那这个时候人为的动作就看你怎么判断了。你的判断有没有跟他背离？如果你的判断跟他背离，你一定是赔钱的。如果你看到的判断是跟他顺势而为的，各位你是赢家。我这样讲你可以接受吗？所以说利多利空我不 care， 我 care 的是人为的动作，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那现在台积电已经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上来的动作，我们再回到台积电这个地方来看好了。它昨天的股价在哪里？昨天股价最低是561。昨天最低的股价561，那如果说最近一次的低的股价应该是在550元左右，我就不划过去了，好，在550元左右。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它如果有做一个止跌止稳动作，而台积电它本身是属于半导体的领导者，那这个时候半导体就有很多的产业会被它做一个领导上来。而且从1月17号台积电被拉回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半导体相关的也被做拉回动作，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说这些跟台积电同正相关的涨跌的动作的产业与个股，你现在能够不注意吗？当然一定要注意。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两个方向在哪里？第一个方向是晶片，可是晶片短缺啊，等到晶片不短缺你再去买，那个叫追高。我先讲可以接受吗？好、哦。那第二个是什么？电动车，电动车，就是有关于不管是晶片的电动车，或者锂电池，或者有关于电动车一些的周边的设备，都是一样。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注意晶片，也要注意电动车。待会我再跟各位报告去年我做的晶片跟电动车有哪些。那我们现在今天先来看一档股票，这档股票呢，昨天有介绍过，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它有没有反击。我们看这档股票，这档股票叫力积电。今天力积电我不会讲很多，但是我只是说把我对力积电的动机了解度跟大家再次分享而已。力积电从它新贵在新贵大概花了1年多的时间，就随即做一个上市的动作。其实这个在新贵的一个准备的过程，这个算非常快的，非常快的。台湾高铁在新贵待了十年哦，那这样子的行为动作，各位，如果说他的动机，假设到昨天49.9是他的成交价，那当然这个成交价，我相信这个成交这两个字，各位一定是非常清楚。那现在到了这个价位的时候，我相信以人的规划来讲，一定有不同的准备的动作，这个也触底反弹，这个一定有不同的动作。但是重点是，吴老师，那这档个股可不可以买？我说过每一档股票都可以买，就看你买的时机跟卖的时机对不对而已。但是买的时机跟卖的时机还是回归到我刚刚跟各位所报告的人的行为，只要你能够看到人的行为，任何一档股票你都是获利的。还是要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很多投资人其实还蛮可爱的。当老师问他们说你一个月想要赚多少钱，回答不出来耶，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反正因为今天刚好全部都讲中了嘛，反击加一，结果真的反击了。好，其实，在股市里面，我看过很多的投资朋友，一开始可能都是进入股市做股票，然后可能输了钱，想要很快的把钱赚回来，就开始玩指数，然后指数呢又输了钱，然后这个时候呢钱越来越少。就开始做选择权，然后希望这个杠杆就更大。各位，如果你没有办法知道怎么去赢钱，金山银山都不够用。好，我这么说，请你多包涵。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一个月要赚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各位不是你不知道，而是你不敢去想而已。因为为什么呢？今天以前你可能就是一个输家，每年都输钱，只是输多跟输少的问题，所以你根本很可能连赢的那一个的那个世界，你不敢去踏入了。那我就靠我的运气，看我有没有这个机会能够反败为胜。各位，假设你长期下来都是在一个输的世界里面，突然你要跳到变成一个赢家的一个世界，各位，那只有两个字，叫做奇迹。正常来讲，那个叫做奇迹，请包含我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选股格局跟看法，你不会有另外一个世界。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所以说，当我们有一个格局在，一个选股的一个方向在的时候，就像昨天我在节目上就跟大家报告，我们台股有将近1800档的股票，但是我们一年会操作的可能就20档出头而已。会不会是你手上的20档嘞？各位投资朋友们，这个我就不知道，待会各位看就知道了。所以说，不是最好的我不选，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不选。那我的标准也不可能说不合乎逻辑，我就天花乱坠、天马行空的去设我的高标准，不会，一切完全合乎逻辑来。这个逻辑在 K 线行为都可以看得到，所以 K 线对我来讲，只是让我去了解这档股票它今天以前的历史的股价问题而已，而不是它利多利空的问题。我这样讲，应该跟各位不太一样吧？嗯，然后呢，今天我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分享什么呢？我去年做过什么样的晶片？我去年做过什么样的电动车？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了。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各位，这个是去年，这个是去年。去年我只做一档晶片而已，这档叫做3661。那我记得3661呢？在去年4月初的时候，因为有大陆的飞腾事件，让它从它的股价1000元一路下跌，一路下跌，跌到哪里？跌得很惨，跌得很惨。但我们再来看它的股价，但是呢，各位，这档个股是在这些股票里面，这些股票有几档？我们来看一下，1、2、3、4、5、6、7、8、9、10、11、12。这边有12档股票，只有一档是晶片哦。我这样讲可以了解吗？所以说，在1800档里面，我只做了这一档的晶片，做最多，做最多。好，其他的11档，从这边开始看，虽然这边都是半导体，但是呢，剩下的11档是电动车，就是电动车了。所以各位，如果说去年的这些电动车，去年这些晶片，可不可以延续到今年来？我有我的看法，那我也会在我的节目里面把我的看法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在分享的时候，我只要求3个字：相信我。但如果老师这边，如果假设这个很多的投资朋友们说，我舍不得卖掉手上的股票，因为我不卖，亏损就不会成真。但我还是很想要跟你做，跟着您一起操作，那再怎么办呢？3个字，相信我，你什么答案都解决了。哦，要不要卖？相信我，卖了以后资金转去哪里？相信我，然后要操作多久？相信我，一切都相信我，因为我个人认为我所思考的，我所规划的，一定比各位更细腻。不管它是环环相扣，不管如何，我都会做一个结合的动作。所以呢，就像我的节目。好，今天以前你没有看过无所谓，光今天的开场白，我从台股、台积电跟道琼，跟它每一个重要的一个 K 线，然后在 K 线的附近所产生的一个行为，而这个行为是否是一个台面上的一个卖压，还是一个台面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不同的答案，我都跟各位做一个分析的动作，这个是我的专业。那只要这些的答案我都去顶盯着这个答案的形成的时候，各位，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了。还是要提醒说，投资朋友们，很多人说听不懂老师说话，我跟你讲，他真实生活中就是这么说话，我有时候也听不懂。不过你要仔细的重复听他说的话，各位就会得到答案了。提醒各位，荧幕上面 QR Code 或者书账9488 VVIP， 记得留下手中的持股张数以及股价。最重要的是你们手机电话号码，老师会1对1的来帮各位做进行。那在这边的话，唯欠东风，这个东风我先暂且不提。今天有几档我还蛮关心的哦，这个也是同样是半导体产业当中的晶豪科。 但我现在不能使用那个，哦，不能使用那个，因为你刚自己关掉吗？好，那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哦，今天的这个晶豪科，为什么同样是半导体，它却下来了？不用 K 线了 ，OK， 反正我对它很熟啦。嗯，各位，你要衡量这一档股票，它现在是我在高点，如果它是在一个高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会不会有拉高出货的行为？就好像在3月3号的时候，我不是告诉大家。 智原要离开了吗？我还在我的简讯上面说313元开始有人拉高出货，结果那一天的收盘是312哦，各位，我的313元不是讲假的哦，啊，是不是就从那一天开始一路跌到今天？那今天的开盘296.5最高，然后被拉回来，这个算不算拉高出货？这个算。那晶豪科呢，会比智原更惨一点。这边还是要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哦，接下来的智原以及晶豪科该如何的来进行操作？手中假设有这两档股票的，我们欢迎大家荧幕上面 QR code 或者是输账9488 BVIP。主持人明白呢，有非常多的投资朋友们在前段时间是跟着老师在节目上看到老师说。 所以你跟着他进，但殊不知他都出了，你们还没出，他获利出场了，落袋为安了。各位呢，接下来的走势会是如何？真的就要麻烦大家，荧幕上面 QR code 或者输入账号9488 BVIP 了。那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再次谢谢我们雷光老师。 谢谢子珊，谢谢大家。那也提醒所有投资朋友们，喜欢今天的股市战国策，记得帮我们 YouTube 频道以及粉丝团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记得打开哦。股市战国策，我们明天见，拜拜，拜拜。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那今天要再跟大家报告什么呢？今天我要再跟大家说明627的。 同心店4919的新塘，9月17号上个星期五，在18号我就开直播送给各位布局佳音，很多投资朋友都有来索取，我也非常的高兴，而且我的节目好像越来越多人看了，也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呢，在9月22号开盘的时候，有随着我们大盘做拉回的动作，但是没有关系。 强势的股票永远是强势的股票。先像我目前就介绍到这边，再来呢跟各位介绍什么？再来跟各位介绍的是这档个股汉磊加一。汉磊加一在我心目中呢，在电动车里面中高，它不算中高价股，我个人认为它算中价股。在百元俱乐部左右，它的目前的股价在130，但是它的趋势呢，我们看它的实体 K 线，各位3707的汉磊。 它的趋势是屡创新高哦，屡创新高。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10月5号我也介绍过，也有汉磊加一。那它也在10月5号之后也做了一个上涨的动作，甚至涨停板。那昨天呢，它也做了一个涨停板的动作。未来的股价我是看好的。你会问我说，吴老师，你看好到哪里？各位，它现在是1字头，你觉得它会不会来到2字头呢？ 这样子屡创新高的一个电动车，那今天要再跟大家报告什么呢？今天我要再跟大家说明627的同心店、4919的新塘，9月17号上个星期五，在18号我就开直播送给各位布局佳音。 很多投资朋友都有来索取，我也非常的高兴，而且我的节目好像越来越多人看了，也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呢，在9月22号开盘的时候，有随着我们大盘做拉回的动作，但是没有关系，强势的股票永远是强势的股票。先像我目前就介绍到这边，再来呢跟各位介绍什么？再来跟各位介绍的是这档个股。 汉磊加一，汉磊加一在我心目中呢，在电动车里面中高，它不算中高价股，我个人认为它算中价股，在百元俱乐部左右，它的目前的股价在130，但是它的趋势呢，我们看它的实体 K 线，各位3707的汉磊，它的趋势是屡创新高哦，屡创新高。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10月5号我也介绍过，也有汉磊加一，那它也在10月之后呢，也10月5号之后也做了一个上涨的动作，甚至涨停板。那昨天呢，它也做了一个涨停板的动作。未来的股价我是看好的。你会问我说，吴老师，你看好到哪里？各位，它现在是1字头，你觉得它会不会来到2字头呢？这样子屡创新高的一个电动车，